对于那些是消费级的 3D 打印玩家，或想要打印一些有趣的实用的 3D 打印小物件的人来说，有很多推荐的模型可供选择，可以用于制造各种家具用品，如家具和装饰品等。这些定制化的产品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和空间需求进行设计和制作。